好大。来这里就是一直在吃 brunch， 一直在吃西餐。这就是这里的 culture。大家，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宣布，我要去 go course 了。So， 我刚考完试，其实我在考试前就已经订了这个机票，然后真的是很期待，因为就是一直在准备考试，也没有心情出去走走之类的，所以其实还蛮期待这个 trip 的。现在Gold Coast 的天气是20多度到30度，是真的很热，热到那种应该可以烧焦的那种吧。And I am very very excited， 我真的是很喜欢太阳，你们不会明白，就这里真的就是每天都要穿着冷衣，而且我真的很不喜欢，懂我的人都知道 like I love summer, I love sunny days。 所以我明天就会跟几个朋友就会去黄金海岸，然后我们就打算去一个4天3夜。 Then 明天的飞机是早上10点 AM， 所以现在我要 pack 我的 luggage， 很期待。7:30，我们看 check-in 了。12:05，好嗨哦！人家叫你去4天3夜。昨天我去30天。疯掉了吧？这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各位，我们刚刚吃我们的早餐，我们就吃着吃着，然后刚刚其实是10:50就可以 boarding 11:20的机，然后我们11:10到那个 gate 前面，他就讲关了，所以我们 miss 了我们的 flight。看大家 ，yes， 我们这样兴奋，然后我们 miss 了我们的 flight。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哇，真的是走回一样的路。这次我们不会 miss flight 啊，我们现在是早1小时啊。Yes。现在他们跟我们换去1:30的飞机，然后现在是12:00。所以我们呆就是要现在就要进去，因为我们就再也不要迟了。那个人刚刚都笑我们在 reception miss 那个，何讲你们这群人？所以我们现在走着进去。This is our hotel room。 哦，这有一个厨房这样哎，然后这里有一个超大个的镜子，你可以看到我。Then 我们有 outdoor， 所以我们选了这个有一个 view 的， so it's very near to the beach。 看整个 view 就在后面。从机场来到我们的 hotel 住宿呢是 around 45 minutes。 哦，有两间房间。So this is the first one， 两个都是 king size bed 哎，还有这个叮，哇，喂，哇，很舒服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3天的 stay， 还有一个超大的 living room。现在我们来到海边 ，so 这海边叫 Surfer Paradise， 是这里最出名的海边。走路过来5分钟就到了，从我们的酒店。Oh my god， 我的鞋子好嗨哦，进沙了。Barbecue， 你们看 ，I expect it to be like super hot here，
But apparently it's not. It's like 冷风加太阳，说它没有这样冷，可是它还是冷的。Oh my god！ 太阳好大。So, 现在我们在这个 dinner place, we are at Nona Mia. So, 我刚刚 search online, 然后它这个的 review 是最高的。给你们看，这里真的是很美，这里就有圣诞节的 vibes。还有两个美丽的 date。Yeah.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等我们的食物。So, we order this steak.一个 creamy king prawn， 还有一个 monkeys， 还有一个 rice， 这是我们今天的早餐。Morning， hi， 早上好。So， 现在是第二天，我们在 Gold Coast。但现在是十点多，十点多，因为我们等一下一点有 surfing， 所以我们现在来吃早餐，所以我们决定来吃这间。So 来这里就是一直在吃 brunch， 一直在吃西餐，因为这就是这里的 culture。今天的第一餐，mushroom and potato hash， 还有这个 toasty。And this one, avocado smash. 我真的是 craving for avocado. Look, 自己的 portion 都超大的，看我的手这样哦。耶，いただきます。我们现在在车上 ，on the jet ski，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重大东西。Yes， 非常。Gold Coast， 超多。帅哥，自己的帅哥 is。一大堆，随手一抓，一大把，哇，真的很多，超多。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街上，这里是很多人，那我们就很专心的在看帅哥，很认真。我们现在要过来 check in 先，走走走。Okay, now we are just waiting for our turn for Jack.Ta-da! Selfie 时间 Then 它这里上面会有一个 instruction 的一个 video Later we will have to watch it 过后我们要穿 safety 的衣服等要穿了我们就去海边我觉得我已经黑了差不多了 OK guys So I just got home So 刚刚我们去玩 jet ski然后那个 jet ski 真的是很好玩，这是我第二次玩了 ，and I really love it, I enjoy it, but 它还是一直碰到我眼睛，然后就很辣很辣那种。重点是它不给我们带我们的电话去拍照 ，all the pictures are taken from the professional， 就是那个工作人员。一张照片20块，然后如果你要整个 album 就是 like 20张，总共40块。Yeah. So I'm just waiting for them to send me the pictures. So now I am going to Kelly Beach. So it's apparently a very famous bar in Gold Coast. And we have to wear like formal attire. 然后还不可以穿 slipper 之类的包鞋都不可以 So yep.
现在是新的一天 ，and now it's 9:30，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这 Movie World， 因为这里 Gold Coast 出名很多 theme park 的，有 Sea World 啊 ，Movie World 有很多不同的 world 啦 ，OK， 我们现在决定去 Movie World， 因为我们觉得 Movie World 是在里面最好玩的，因为它9:30开门呀，它9:30开门，所以我们就想着应该要去那里排队，所以我们就。想要早一点到今天，因为5:00就关门了。Yep, that's the plan for today. So we'll be staying there for the whole day. 然后刚已经 cancel 了一次那个 driver， 而且那个费 like fare 是很高的，差不多50多块澳币 for 25分钟的 like trip。因为昨天我们坐、差不多25分钟才18块、17块 ，Yeah， 然后现在是50块，可是 like 没有办法，这个是 only way。很贵。哒哒 ，Warner's Bros. 哒啦！哇，那个很好玩嘞，后面这个。今天的队也没有特别长，所以很 OK。哎，这个 DC Rivals。我们今天的早餐 tacos， 刚买了这个杯，说这个是可以 refill 的，一整天在这整个 theme park 都可以 refill， 然后这个东西15块罢了， so 我可以选，它有很多个不同的。我的水，现在来到这个 DC Ride， Hello 姐姐， so 现在排队进去坐这个粉红色的 roller coaster。我现在来到另外一个世界，说起来很像 theme park， 有很多不同的世界，这样来 ，loop loop loop， 就一个是 DC World 啊，一个是很像有 Diddy Bird 啊，还有另外一个是 Batman 啊，很多种。所以现在我就在这个 Batman Legacy， 看。这两个 dead， very dead， 在睡觉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累，玩了一整天。所以我刚刚 movie world， I think it's not bad， like okay， I would rate 7/10， 因为真的是蛮好玩的，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 ride， 很多很多不同的 character， 就觉得很酷哦。你在一天里面你看到这样多 character， yeah， so yeah。overall it's a very nice experience， so 我们现在就 on the way 回家。现在在 The Avenue， 这一个牛排，还有这个 Carbonara Spaghetti， 这两个是我们在 Gold Coast 的最后一个晚餐。我们拆开看看 Spaghetti。Good morning. So now is 5:30 早上，然后早上它天已经亮了，然后我们这样早起来，因为我们的机在7:00多、6:00多就要出门了。等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pack 先，那要跟姑姑讲拜拜了。我们已经 learn from our lesson 了，我们现在是提早30分钟 boarding time 的前30分钟，我们就在里面了，要回家咯。Okay, 现在走着去前面的飞机啊。Hi friend， 他真的是 everywhere， he's living his best life here， man。看看。